本女星广木凉子进入与米其林主厨鸟羽周作爆出婚外情，重挫原先良好的形象。广木凉子出道时因独特的清新气质走红，甚至被誉为二十世纪末最后的美少女。这次爆出不伦恋，让粉丝都相当怀念当时出道时的她。19岁的写真也就被挖出，只见她身穿简单的白色背心，骑着脚踏车，健康又自然的样子吸引众人目光。多张写真就被网友分享到社群上，众多网友看了纷纷惊叹直呼：亚洲第一阵少女无敌，19岁的广木真的太顶了，是我的初恋。事实上，早前广木凉子才推出新写真集，42岁的她状态保养的相当好，一推出就备受讨论。然而近日深陷不伦风波，形象全毁，代言全数下架，日媒就指出广木凉子恐得付天价违约金和赔偿啊。Bye.